嗨，小朋友们你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复习千岛娃娃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为什么要复习呢？因为考试快要到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得多多的复习读课文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请小朋友们拿千岛娃娃的书，然后呢，打开第22页，打开这个的啊。来，现在呢，老师要请小朋友们跟着老师一起读，好不好？来，我长大了，我不小了，衣服裤子我会穿了。饼干、糖果我会分了，你早你好我会说了，我长大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下一个的课文哦，请小朋友们打开第一页，找到这个的啊。好，来，现在跟着老师一起读哦。我的一家，我家有几口人？让我数一数。有爸爸，有妈妈，有爷爷奶奶，外公外婆，哥哥姐姐，弟弟妹妹。还有我和洋娃娃。好，我们继续第三的课文啊，请小朋友们打开第八页，打开这一页的第八页，OK，来跟着老师大大声的读出来啊，我爱我的房间。小小的房间，明亮的窗，小小的桌椅四方方，小小的枕头床上放。陪我一道入梦乡。好，今天的复习呢，就先讲到这儿啊。小朋友们记得哦，在家要多复习读课文，好不好？好，小朋友们再见。